今天是下雨天，荷花和荷叶一大早就开始吃笋。雨下大了，荷花就到小木屋里躲着。轮回则专注睡觉，雨下大了就把头埋进爪爪中。中午开始天晴，雨后凉爽清新，滚滚们开始活跃起来，玩滑滑梯。姐弟俩一起来一次，保安大哥快乐上岗，为游客指路赏花，文明劝导。天气凉爽，食欲大涨，文静狂吃狂吃狂吃中。国宝温馨提示，雨后要注意防滑哦。吃饱喝足后，文静和北辰的木架之战又开始了。没有想象中的血腥画面，打着打着就贴贴了。看吧，雨天的快乐大熊猫都懂。